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95面，295面。第六行，从第二个字看起，又此下光阴菩萨等四正士，如佛明经第七说光阴会上。就是本经说的智上根基啊，即根愿会是菩萨从四方佛土来集此界之相，又文殊师利严禁经也说此四正士从四方来同上所说，说明是他方菩萨来的。又月灯三昧经第三，说相向菩萨从东方阿舍夫与那由多菩萨共来问心释迦牟尼佛。以上贤护到相向一共是10位10位菩萨，其余6人如真解云其余智闯就是宝常菩萨、宝音、中树、智行、解脱，虽未见经证准前四指，以前面的例子我们去想必定也是他方来的大师。按真解所著的是魏译的，魏译一共是列了15位菩萨的名号，其中呢却慧辩才菩萨，这个菩萨的名号唐也有就是大宝集无量寿会这个本子里有，真解以为性慧就是慧辩才，仅仅开为两人十合16之数故知性慧菩萨亦应如宝常等正士也是他方来者真解于此更有善名。文曰：处列贤护等16正士，仗此法不以出家法行为本，次列他方来者，仗十方佛土中悉以此法为出世大事故，共来精进求此法，此亦甚得精持，盖在家修行最宜持名念佛十方大士，这十方都是等觉菩萨，谢来听法表此法殊胜，实为大士因缘也。
真杰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或情或理或法。在家这十六位上首啊，这在家的上首，心腹摆在第一啊，彰显这个法门，念佛往生，不退成佛这个法门啊，不以出家发心为本啊，在家菩萨有份。那么再列呢，后面这十五位都是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都集会到这个地方来听经，显示出这个法门是为出世大事，出世是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六道十法界很不容易超越，无论在家出家了都要以这个为标目标啊，怎么能够处理？那么这个法门是方便当中的方便，稳当当中的稳当啊，所以修这个法门真正脱离三界六道啊，脱离十法界，功德特别显著啊！啊，都来精进求法。啊，念老说，真解这个柱子住得好，与本经的宗旨相应。啊，那么在家念佛最方便的确实是持名念佛啊，所以这十六位都是在家证得等觉地位的大菩萨啊，在这个出世间法里称他们为菩萨摩诃萨啊，他们跟文殊、普贤、弥勒地位完全相等。表此法殊胜，实实在在的是大师因缘啊！大师因缘是世尊在《法华经》上讲的。啊，本经跟《法华》华严完全相同，我们接着看下文，下文将这十六位菩萨做简单的介绍啊，又贤护表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啊，这《金刚经》上说的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一尘愿海，六字洪明，三根普被，万类起受，正是贤护之意啊，把如来护念诸菩萨了，具体内容说出来了，一尘愿海，这一尘愿海就是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帮助众生成佛啊，所以叫一尘缘海啊，不是帮助人呢成阿罗汉、成菩萨，不是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帮助一切有缘众生，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作佛啊，不是声闻缘觉，也不是菩萨。所以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智菩萨啊。用什么方法呢？你看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啊，上中下三根，个个有份呐。除非你遇不到，遇到了相信你就有份啊，万类其首啊，无论什么样的根性呢，上从等觉菩萨，下至无逆施沃阿鼻地狱，只要你能够遇到，你的一生成佛的机缘就到了，就成熟了。这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里头找不到啊，无比的稀有，所以它真的是难信啊，很容易成就在异性。啊，这真是贤护的实意，真实的义理啊。啊，第二位慧辩才菩萨，表明心佛慧。明是明了，性是诚性。当然，如果对于佛法不明了，你就相信了，这叫迷信。啊，迷是迷其理。你不知道，我相信这个事情，这也都是算善根啊。特别是念佛法门，对于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的道理不清楚、不明了，没关系。如果你真能信他，真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你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我念佛阿弥陀佛真来接引我，你只要这样相信，那你是大善根福德人啊。为什么呢？你这一生成就了，这是我们前面在机缘那一段里面讲啊，上根人呐、不是上根他怎么会相信呢？这个上根不是这一生修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成的啊，在这一生当中呢，语言成熟了，有缘没上根不行，不信。有善根没有缘也不行，善根福德因缘
啊，这三样东西啊，一时具足，在这儿统统具足了，你成就了。说起来容易，实际这三个东西同时成就也非常不容易。啊，明心佛慧，辩才无碍，啊，相信佛的智慧，啊，就是经中言辞辩受法言，常以法心呢居住世间之意，啊，这慧辩才菩萨，啊，他所表的法。等觉菩萨了，慈悲到基础啊，能帮助别人打开法眼，能讲经说法，觉悟众生。第四位观无著菩萨见唐矣，啊，为一本作空无，啊，这个唐矣本呢观无著，啊，观无著跟空无意思是一样的，表经中譬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啊，这是我们现在讲变魔术，啊，它能变现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确实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一表法藏啊，永结因性，说空无相无缘之法。啊，这就是三三昧。菩萨在此地表法的，啊，法藏菩萨，无量界的因性，啊，因地修行，说。这三三昧这是三种禅定啊，第一种空三昧啊，三三昧之一，我们看这一段于苦地里面的空，无我，二形象相应，这三昧，现代的科学家逐渐也发现了，啊，观一切法。是因缘生，无我，无我所有。啊，我与我所啊，都不可得。啊，我我空，我所空，这叫空三昧。什么人证得呢？小乘人就证得了，根如果是立的，粗果就证得。啊，首先证得我空，我既然空了，哪里有我所有？
啊，第二是无相三昧，是于灭地里面的灭、净、妙、离四形相、四形相相应的三昧。涅槃力色身相未除无法，男女二相，即三有为相啊，除住相这实相，故名为无相。以无相为缘，称之为无相三昧。啊，相不是真的，相是假的。啊，现在的科学家发现，讲的也很清楚。啊，为什么是假的呢？大乘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现象到底怎么回事情？我们看到明明是有啊。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得不到啊。相从哪里来的？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这个道理，现在科学家还没搞清楚，佛说出来了，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那就有点不稀奇啊。本自具足啊，虽然本自具足，连自己也不晓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万花筒能吸引一切相，那里头有无量无边无尽的相好，那道理很简单，三片玻璃里面一些碎片，不同颜色的碎片，啊，你只要动，那这是个万花筒，啊，你只要动，里面就有图案。啊，你常常转动它，找不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啊，都是他现的，他自己知不知道？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知道呢？自性本具智慧现前，他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只是在动，智慧没现前，所以感觉到奇怪呀！啊，动的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它波动多少次？
1600兆啊，难怪弥勒菩萨说，念时极微细，1秒钟1600兆啊，用这样的频率在动，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啊，每一个波动是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变法界虚空界。有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有的地方没看到，这不稀奇啊。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居住地区看到了，还有很多地区我们看不到，距离我们太远了啊！但是那个东西同一个频率发生的，同一个机缘，同一个信心啊！如果离开地球，在其他星球上，跟我们也是同一个时间啊，同一个这个太空，你就晓得这些现象确确实实是显首过世还原观所讲的啊，出生无尽呐，就在一念之间呐，这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啊，这个里头所现的相啊，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就出生无尽啊。如果不动呢，不动相就没有了，一动相就现了啊，那个没有是隐了，隐没了，动的时候它又出现了，隐现不同，现不能说它有，隐不能说它无，就像不生不灭，这是真相啊。啊，修行人修功夫，这个功夫叫无相三昧。啊，灭地里头灭什么？灭分别，灭执着，不分别，不执着。啊，大乘经里面呢，更高一层，不起心，不动念。啊，灭的这个境界就是涅槃这个净妙离思想，是心性的本相啊。啊，佛经上讲涅槃，涅槃是色声香味触法男女而相啊，色声香味触法这是五，男女而相加上是七啊，加上三有为相除住相，尘诸坏空思想啊！啊，住相除掉，
啊，这个是相，这叫无相啊。这些相全是假的，尘住坏空是假的，生老病死是假的，生住一灭也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以无相为缘，心里无相为缘就是不着相。啊，事出事情，一切相他都不执着。啊，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通通不缘，全放下了，无相三昧。啊，无缘三昧，就以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翻成无作三昧，也叫无起三昧，是与苦地相应之苦无常而现象。极地之因啊，极生缘，这个四相相应啊，这个三昧，苦地之苦，无常，极地可厌之物。啊，即是因呢、啊，苦是果啊。因里头有善有恶，善你很喜欢它，恶呢你就讨厌它，极地可厌的恶，可爱的就是善。道地里面的道，如行除四现象啊，道如行除四现象，如传法之必舍，故总不愿乐之啊。那道士说佛法。佛法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苦离了，佛法也得舍掉。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什么呢？十法界里面的法。”设法界是阿赖耶变现的，我们自信清净心里头有没有佛法？给诸位说，没有。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因为众生执着有世间法啊，佛就用一个处世间法来对治你，来应对你。把世间法放下了，佛法就没有了。如果执着还有佛法，你又错了，两边不立了，中道不存呐、啊！啊，中道也没有啊！啊，两边不立，还抓到一个中道，不又离一边了吗？又错了，还是有执着、啊。
啊，连那个执着也不执着了，叫真干净。这心里头一念不生，什么法都没有，那叫切入自性，那叫真得真如。啊，这些都是假名，不能执着，一执着就错了。啊，不执着就对了。执着就错了，啊，倒是帮助你真如的方法，啊，就像过河，我们用个船，帮助你过渡啊，到达彼岸呢，你一定要把船卸掉，你要不卸掉，你到不了彼岸。啊，没到彼岸，它很管用。啊，用佛法帮助你到达彼岸，到了彼岸了，佛法就没用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所以叫无蕴三昧。有，于诸法了。无所愿要，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能有愿，要是爱好不能有爱好。为什么？你有愿，你有爱好，你就有作啊，你就有造作。如果没有愿，没有爱好，有无作。有造作就有业呀，啊，业有染业，有净业，染业里头有善业，有恶业。啊，只要你有造作，你的恶业果报在三恶道。你的善业果报在三恶道，你的净业果报在四圣法界，出不去啊！这个意思很深，没有愿也不行，有愿也不行，怎么办？有作错了，无作也错了。佛教你，看你能不能体会到，作而无作，无作而作，没有一法是真的，包括佛法。那佛法所以称之为佛法，无非是去人的障碍而已啊，去执着，去分别，去起心动念呢、啊、譬如说执着，凡夫执着有，佛说个空，用空啊，让你把那个有啊执着去掉。可是凡夫有毛病，好，有放下了，把空执着了，又错了。那佛再用一个方法把你这个空去掉，用什么方法？有。那你又执着有了，空放下了，又执着有了，你总是要抓一样东西，毛病在这里。空有两边都不要，都卸掉了，我就抓一个这中，这中道又抓一个。啊，总是要抓一个，永远去不掉。啊，病就在此地。
什么时候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了，真放下了，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经教里头形容他们叫游戏人间，他们什么都不执着，帮助这些有缘众生，帮助他，帮他觉悟。这个觉悟，张家大师讲的很简单，帮他看破，帮他放下。真看破了，真放下了，他就成就了，他就回归自信了。那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对于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心里才真正恢复到清净平等觉。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呐，是我们的真舍之际，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怎么样起心能见到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就现前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在哪里？一切时一切处他全都在，没有他不在的地方。为什么见不到？因为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空无。什么都是，他存在。什么相都没有，能现一切相。他现的一切相，你可别执着他，幻想。他不现相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是无。他有无比的能量存在。这个能量能变现一切相，大乘经教世尊讲了那么多年，就讲这桩事情知识分子在一切大众当中占的比例最大，人数最多，所以释迦示现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现身说法了。我们细心观察，他是怎么看破的？他是怎么放下的？今天的科学家他们研究的成果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还差一个层次。这个层次他上不去了。为什么？他没放下。放下他就成就了。
所以这里讲到啊，三空三昧呀，有一等上根人，这种人，他不需要转那么多圈，不需要惹那么多麻烦。真正上根人，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种人看起来好像很愚痴，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他老实。听话正干，啊，具足这三个条件就行了。啊，教他念这句佛号，他完全接受，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这个不容易啊！啊，劝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他也不问，他就相信了，他就真干了。啊，两年三年他真往生了，这种人不是上上根人，谁算上上根人？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一般讲，嗯，应该是凡身同居土下三根吧，不一定，说不定他是十宝庄严土上上根，这话怎么说呢？善导大师讲得好，总在语言不同，有善根有福德，语言不一样，遇到的语言殊胜一下就上去了。啊，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一个慧能大师，那是上上根人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你给他讲什么佛法的时候，他不怀疑啊。他全部都接受了。
你说那还得了吗？全部都接受了。他接受不是迷信，他不是糊涂，他真清楚，真明白。所以这个历史上有例子，古时候有，现前也有。啊，现前我们在同学当中也常常发现有这种人，啊，成就不可思议。啊，这说明是理上讲得通。啊，事实上真有这个例子在呀、啊！阿弥陀佛，累劫阴险，普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圆成佛道，他的善巧方便，不可思议。啊，我们怎么个学法？那完全是自己慧心去体会，这个东西因于道断，心行出迷啊，全在一念处，对对，一念不迷才行。佛法尤其是大乘，全在觉悟，那么阿弥陀佛的方法无比的善巧，啊，他总是把一个人帮助他向最高层次去提拔，而不是把你放在下面慢慢慢慢给你提拔上去，他不是的。这个就像父母对于儿女，希望你快快成就。佛爱众生，比父母爱子女，不知道要多多少倍呀！佛是真的，佛的恩是生生世世啊，父母的恩是一世啊，那里头有情执啊。佛里面的佛的心没有情执，佛的心全是智慧，真是智慧。啊，所以魏以康生凯的这个本子里头，做空无也非常有道理。啊，这是顺于看破。第五尊神通化，表神通力及万恒之德化，以资庄严，具足方便成就众生。
啊，这神通起作用啊！啊，起什么作用？集万恨之德华，庄严自己。这话什么意思？自信的德用无量无边呢、啊，比喻做德华。啊，太多了，没法子说啊。释迦牟尼佛讲万恨之德华，把它归纳为84000细心，那这就好讲了，有确实数字了。84000细心太多了，再归纳，归纳到最后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还能归纳。归纳为身口意三业，你看身三口四意三，啊，身口意三业展开就是十善，十善在大乘展开84000。啊，这个佛学字典里面说得很详细，怎么演变成84000？小乘人是演变为3000为一，那么一句阿弥陀佛呢，把它全都统摄了。啊，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心善呐，纯善呐，口念阿弥陀佛，口善呐，身行阿弥陀佛，啊，身善呐，一句阿弥陀佛，全都摄受了，一发都不漏啊！我们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平常讲的五毒没有了，贪嗔痴慢疑没有了。啊，五毒啊！怨恨恼怒烦没有了，在情绪上不善的情绪，啊，身体造作上杀盗淫妄没有了，这一句阿弥陀佛，集万恨之德华，一字庄严呐、啊，这个庄严，身心清净，自在。无碍呀、啊！啊，像佛一样啊，展现32相80种随行好。啊，如果是照极乐世界报身佛来说，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
具足庄严，成就众生。如经云：“犹不设方，行权方便。”啊，权方便那是普应群机。啊，不可思议。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第六位，光音菩萨，表光明音法，又经中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光中极尊，都是光音的意思。啊，音是音化。啊，光明是表智慧，从内向外透。抱床见躺椅，啊，《位移本》里面做痔疮，啊，就是躺椅的这个抱床的意思，表智慧殊胜的。犹如宝床，佛法在世间，虽然是无量智慧教化众生。啊，外面人对佛尊重，佛一生永远谦虚。思这个字很难当啊。没有人自己敢称师啊，啊，别人尊敬你称你，谁敢当得起啊？啊，那我们亲近这个好老师，老师只能教学，谁知道呢？啊，在从前，寺院、庵堂，都树立旗杆，旗杆很高，它不是挂国旗的，它挂什么呢？幡幢。啊，扁形的是幡，圆形的是幢，悬挂这个，挂这个干什么？如果这上挂的是圆的床，旗杆上挂的，人家外头一看，今天寺庙有讲经，喜欢听经的人就来听了。他是告诉大众的，我今天有什么活动？啊，讲经教学就是挂床，圆形的。啊，这个里面有做法会的，是扁的。啊，这个。超度我佛寺，这个东西是挂幡啊，它是信号啊。现在寺庙不用这个了，为什么呢？高楼太多了，你挂着人家看不见啊。所以现在啊，报纸上可以看广告啊。电视啊，无线电都可以给你做广告宣传，啊，你们这个道场，今天有些什么活动？啊，所以这是给人的信息，
这个床是信息的意思。啊，那么你知道了，喜欢来听经是你自己来的。啊，讲的不满意，你不要见怪。啊，我不敢邀请你来，你自己来的。啊，喜欢听你就听，每一次看到了这个床你就来。啊，如果讲某一部经，通常把经题写在床上。啊，大乘无量寿经。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挂在那一看，哦，今天讲什么经，就知道。啊，挂幡，幡当中常常讲法会内容，也写在上面。啊，最普通的叫大悲法会。啊，水陆法会，我们提倡的三时心念法会。啊，所以它是传递信息。至上正思兼唐仪，位仪作会上，表经经中无等无伦，最上甚至。未得广大不思议之。如是无上妙智，超出一切，故曰故名至上。啊，这是表佛果地上五种智慧。啊，表这个意思。这五种智慧都是自性里头本具的。啊，众生因为自己有业障，把它障碍住了。啊，业障消除，智慧自然就显现。啊，说实在的话，人心只要一清净，妄念少了，思虑少了，头脑就清楚了。啊，这是一般人都能感触得到的。啊，事情越多越杂越乱，智慧就没有了，所以头昏脑胀。那是什么？妄念太多了。啊，佛法告诉我们，就是把这些妄念通通给它排除，都把它放下。啊，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放下的方法，放下的门道，全都叫你放下。啊，只要放下，你就对了。你就回头了。为什么？一切法都是自信本自具足，决定不是从外头来的。啊，你想赚钱，钱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只要向内求，无需向外。啊，向外求，在佛法称之为外道。外道的意思，心外求法。
啊，身心健康也是向内求，都不是叫你向外求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啊，佛经称为内典。啊，佛门的教育之机构称为内学院。杨仁山的学生，这民国初年，在南京办了一个佛学院，叫支那内学院，啊，很出名啊。民国初年，不少这些高僧大德，在家这些大德，都是那个内学院的学生。好像只办了两年，时间不长，但是影响很大。啊，佛教我们从内别从外头啊，向外求就变成外道了。一切法不离心性，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向内不主张向外。第九位，即根。那这都成为正事。慧疏云：“即灭尽智，住根清净，故名即根。”啊，这是标准向内对内修学。净是外面的，外净。智是里面的思想，啊，通通放下，内外都不远了，寂灭就现前。寂灭是什么呢？寂灭是大般涅槃。你看，如来所证的就现前了。大般涅槃就是自性，所以自性是寂灭相。啊，心地越清净，与自性就越接近。啊，修行人，一切时一切处，要远离一切干扰啊！受干扰的影响，就生烦恼，不生智慧。不受外境干扰，心地清净，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根本严禁，外放下境缘，内放下知虑，啊，就是思虑，即灭现前，这根本上的。庄严清净叫戒根，净居本净中，真实功德品，究竟菩萨住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真表极为根本，照用无穷啊，照而常极。故表寿命无量，
讲得好啊。啊，究竟菩萨诸般若菩萨究竟圆满的智慧，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那有待我们自己去开发，用什么方法开发？常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摩地，就开发了。这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常啊，常入定出定没有了，定有出入，入定的时候清净，出定的时候就散乱了。啊，所以自性本定没有出入，啊，没有出入，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叫常安住，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为什么？因为他把一切境缘全放下了，啊，外面境界他非常清楚，他不执着，啊，清楚什么？照见呐，照见为什么不执着？照见五蕴皆空，他真的彻底了解外头的真相。啊，外面境界清清楚，里头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就是不生不灭住三摩地。啊，内不动心，外面清楚。啊，外面是智慧照见，里头如如不动。啊，这表即为根本，从即就起照，啊，定是根本，智慧是作用，啊，照用无穷，照而常即。啊，照的时候没有起心动念，就常寂。照得很清楚，很明白，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常寂光啊。表寿命无量。啊，这个我们应该要学。菩萨德号里面所说的这些都是阿弥陀佛名号里面的德相功德。第十位性慧菩萨，慧素云：性心智慧
永断以往。真解云：明心佛之无上智慧。又本经中一曾供养诸如来，怎能欢喜信此事？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此净土宗是难信法，若能信如啊，皆因续居慧根。这话字字句句都真实啊。慧说这一句说得好啊，信心智慧，永断以往。只要有一点点疑惑存在，我们的信心就不踏实。信心不踏实，成就就难了。就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为上智与下愚不已。”上智，决定智慧，跟那个下愚，这两种人有同样的好处。为什么呢？他们相信，你跟他们讲，他们不会变。永远相信这两种人很容易成就。你要问为什么？下愚的人心底老实，没有妄念。他没有什么想法，你给他讲，他就接受了。真成功了。所以那个愚啊，从前李老师常常说，他想学，一辈子也没学到，就是愚不可及，比不上他。大愚若智啊！这种人遇到上上乘法的时候，他马上就成就了。最难度的叫半信半疑，这是最最难最难办的事情。你说不信吧，他定真相信；你说相信吧，他疑问很多。那些疑问也不多，通通把它破除，他的信心就不坚定。破除这些疑问很费劲啊，不是那么简单的。疑惑从哪里来的？无世界以来的烦恼习气，有原因，不是没原因的，很不好断。所以真解里头说：“明心佛智，无上智慧。”这个意思是双关的，一个是我们相信佛，佛的智慧是无上智慧；另一个说法是，
我们明信佛知自己就是无上智慧。那自己不是无上智慧，怎么会明信佛知？啊，两重意思在里头啊。啊，又本经，这经中说得好，这真的不是假的。这一层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啊，这个人你跟他讲，他立刻接受就相信了。啊，说明他说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诸佛如来。啊，佛在很多经上，这供养前面还加了两个字，无量。啊，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话不是假的。则能欢喜心思思啊，不然哪有那么容易啊？人生难得，佛难知，的人生不容易，舍人生容易啊，的人生不容易。佛难遇啊，直就是遇到啊。我们今天虽然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世间，但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还留在这个世间，还没有灭掉，这个佛就很大了。啊，世尊的法运12000年，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是第三个1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呢。这个时界因缘不算差了啊，经教还都留在世间啊，真正相信，真正不怀疑，任何一部经，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成就。啊，这一定要相信世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成功的关键完全在真诚心。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啊，至诚恭敬，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啊。你有多大的成就啊，完全看你诚信的功夫。你有万分诚信，你就有万分成就。啊，这一生当中很快就成就了。啊，慧能大师当年只24岁，很年轻啊。在黄梅住了8个月啊，在做义工啊。
大寮里头舂米破柴干了8个月，半夜无足照见，在方丈室里头几句话他就大彻大悟了。什么原因？五祖这个弟子万分诚敬，所以他得的是万分利益。神秀虽然跟着他20-30年，我们说神秀对他老人家百分沉浸，只能得百分利益，那个是万分沉浸。一博传个慧能，没传个神秀。为什么？真诚恭敬是信德，这人信德已经流露在外头了，一丝毫的傲慢都没有，见每一个人都是恭恭敬敬，尊人而自卑，坛经上的记载，我看到六祖大师处世待人的心态，那是心得圆满的流露，只有五祖看得出来，这个人是法器。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信会闻法难中难呐。这信是真信。不担心有智慧，我们看六祖坛经慧能大师那种心态，你就能看出他有他那个信心跟他的智慧。这个太难了，遇到这样的人他立刻就开悟了。我们在坛经上看到法达禅师，到曹溪去参访慧能大师，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拜了三拜头都没着地，起来六祖就问他，看到你礼拜三拜头没有着地，用现在的话说，你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也很老实。他就向六祖说，诵《法华经》3000遍呢。这不容易啊，《法华经》很长啊。一天念一遍的时候，3000天差不多10年了。
这是什么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无所问的。《法华经》里说些什么？他答不出来。啊，翻过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这部经，我没听人家念过。他自己不认识字，当然不会看经。啊，别人念给他听，他就知道。啊，你既然这么熟了。你念给我听听啊，《法华经》28品，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不必念了，全知道了。”啊，给他讲。《法华经》的玄旨，他一听开悟了。啊，这开悟了，在礼拜头就着地了。你看看，就是那个动作上一点点，就那么一点障碍。啊，10年不能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他不知道啊。啊，这经过真正高手点一点就通了，就悟了。那我们听六祖给发达禅师那经那开悟的那几句话，我们听了，我们不开悟，他开悟了。发达开悟了，我们没开悟，看看10遍，看100遍，看1000遍都不能开悟。啊，什么原因呢？人家有10年《法华经》的弟子，我们没有啊。啊，发达要没有3000部《法华经》，他也开不了悟。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有效啊！啊，常识熏修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它就是戒律。啊，你一定要遵守，要守规矩。啊，一门深入。心是定的，啊，心不散乱，因界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就开了。啊，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开悟，我们的思想太杂了，太乱了。啊，而且什么非常受外面境界干扰，很容易。啊，见色被色干扰，闻声被声干扰，啊，看文字被文字干扰，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全被干扰，这怎么得了？这个麻烦大了。啊，我们要想提升自己的境界。还有比祖师大德更好的办法吗？啊，祖师大德老师，啊，从释迦牟尼佛祖祖相传，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还有比这方法好的吗？啊，现在西方人提倡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性，
科学的方法拿来研究心理学，问题就多了。佛法是求明心见性的，明心见性的方法是叫你统统放下，恢复你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你的真心，清净平等觉是你的本性。这个方法用了几千年了，啊，相信的人那都成就了，都超越设法界了，不相信的人还在设法界里头流转呢。啊，那么净土宗是难信法，若能信如戒因啊，俗居慧根。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愿慧菩萨表阿弥陀佛大愿之王啊，智慧广大了，又可与性慧真思合参，真表净土意，性愿持名为宗啊。愿会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如果是初学，四十八愿是多了啊，记都不容易记，你怎么能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弥陀大愿四十八愿，跟普贤菩萨十愿，文字上有广略不同，内容没有两样。啊，四十八愿，愿愿都可以含摄十大愿望，十大愿望也如是。每一愿呢，都能含摄弥陀四十八愿。华严经上说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啊，我们能够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落实在生活当中，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难。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愿愿里面具足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头愿愿具足十大愿望，你才能生欢喜心啊。
啊，你才知道这怎么个落实法。啊，第十二位正是相相正是菩萨，乃东方二舍佛国的菩萨，曾与维摩会上作同文众，相相身处相逢，此菩萨身相也如之，相相力大，表弥陀愿力无边。啊，菩萨到这儿来表法的。啊，他是东方二舍佛国。啊，在这个维摩居士会上，他也来参与。啊，维摩大师的会上，世尊常常派遣声闻菩萨弟子去听经闻法，做影响众。啊，互相的护持啊，释迦牟尼佛护持居士道场。居士也护持释迦牟尼佛的道场，护持没有排斥，佛法就兴旺了。如果互相排斥，佛法就衰了。哎，现在互相支持的人不多，互相排斥多，那佛法之兴衰。我们就看见了啊，古德说：“若要佛法兴呢，除非僧战僧啊，同行互相赞叹，互相协助。”啊，没有嫉妒，没有排斥，佛法就兴旺了，正法就救助了。啊，但是同行相赠，古今中外在所不免，这不是好事情。啊，同行业一定要相亲相爱。要互助合作，下面第十三位宝音真师，表弥陀愿海，乃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能令凡夫无功德者尽登不退，正如涅槃，是乃宝中之音，故曰宝音。啊，名号是表法。啊，表弥陀愿海，就四十八愿呢。四十八愿，愿愿都是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这就讲到啊，这经里头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愿发之后用无界的时间。来修行，一心田愿呢，愿愿都是真实功德。如果发了愿没有去做，那个没有功德，那个愿是虚愿，
不踏实，愿一定要兑现。没有真修，愿怎么能兑现？用什么修啊？用真心。 不能加丝毫妄想，夹杂妄想在那里不行。把你的功德全破坏了，纯真无妄。我们一般人说纯净纯善。这是48愿。 每一愿里头的真实功德，功德圆满，极乐世界自然出现了。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是弥陀本愿功德之所成就。这什么道理？就是佛常在经上讲的。 一切法从心想生，阿弥陀佛天天想这桩事情，无界的时间把它想成了，极乐世界出现了，以这个世界落实了48愿。 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跟48愿相应。这怎么回事？这是阿弥陀佛那个无界修行功德加持给他的。 所以他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把这盏灯点完了，光明更大了。以前是一盏灯的，现在是无数灯的，光光相应。光明遍照。为什么？因为48愿是一切众生。 本性里头本有的，就是你没法而已。他法了，用无界修行的功德就可以把我们，我们本有没法，把它点燃，我们也法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极乐世界成就到现在10劫，这是佛介绍给我们。 那这10劫的事情，他用极乐世界这个手段，戒淫十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上乘等觉菩萨，下至无逆十恶地狱众生，通通都能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致菩萨，一生。 圆满成就妙觉如来，这功德多大！他自己本身的功德，加上这10劫，你看每一天到极乐世界去多少人数？十方诸佛赞叹，十方诸佛替他做广告，替他宣传，替他介绍。 他不必招生了，十方如来替他招生了。我们细心去观想，知道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呐，真容易去啊，真难行。
这不是假的。啊，什么人能信啊？有大福报的人能信，有大智慧的人能信，大善根、大福德的人能信。啊，信的人得福报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